次经历 bubble 洗车，好酷啊！Go ahead and put it back in neutral now. You just got to put it there and put off your brake, okay? All right, you all set. Thank you. Have a good night. Good night. 啊，开始洗啦！看不见了，已经。他怎么不动呢？他先这样一下。你还是要往前开吗？我不需要开，它是传送带送过去。哦。就挂了空挡以后。Cool. 从来没有洗过。彩灯洗车，这才是刚刚一个开始。哇，好酷好酷好酷，感觉整个人都被暴风雪包围了。这个洗一次多少钱啊？就是一次的话是16刀，但是你如果卖一个月的话就30刀。Okay, 就一个月随时都可以来洗，那挺划算的。哇，彩色泡泡耶，好酷啊，简直酷炫了。哦耶，司机给我们观众打个招呼来。因为我啥事都不需要干，所以可以打招呼。这也太酷了，洗完车感觉特别棒，而且开回去就又是一层。这洗完的成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超级 shiny shiny， 特别亮， cool， 第一次洗车，连轮胎都洗得好 shiny， 太方便了。